这还来挖人参，挖个屁呀、啊！啥子看不见，就跟蘑菇有缘，又看见松花蘑了。来捡蘑菇来了，你挖人参呢？这哪是来挖人参来了？这就是来捡蘑菇来了。哎呀，啊，这是老粗了。不粗能长这么大吗？哎呦我，这两坨呀、啊！哎呀，两坨多带劲，老歇意了呀！啊，看着老得劲了，这玩意儿。啊，捡着吧，捡着吧，好歹也挺贵呢。嗯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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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呀，你双手托花，你这是？哎呀哎呀！干净啊，你看看呀。漂白。好。哇去，还那么好闻。装袋。我这还捡了几个小粘团子来，我现在捡点粘团。哎，那块别扔，那还有一小块呢。哪呢？我去把这些先装上。嗯，装。粘团子不太多呀、啊，是、哎、吧？这松花蘑还有。几块粘团子？嗯。哎呦啊！完了，这两块这袋儿都一半了。哎呦！算得劲。嗯，算漂亮。行，第一件收获松花蘑，放帮水，还有底下还有几个粘团子，放帮水来放松花蘑来了，你这是放蘑菇来了吧？走，再看看。我们俩人今天本身打算是来放山的，放山，找人参没找着，蘑菇倒没少碰，你看，全是这个松花蘑呀，还捡了几块这个小粘团子，这小粘团子也挺好了。干黄的这个背面，干黄。现在正好。嗯，但是现在出的还是非常非常少的。哎呀，这松树毛啊，这松树毛没办法，整不了。那个松花蘑带子也。哎、嗯，太黏了。嗯。干黄的贼漂亮，主要这么大的现在没有虫了。这是诚实看那块。这是没长开呢。诚实看那大蘑菇，哎呦我去，这一块一个。老带劲了，这块蘑菇挺好。就是我看那块，这里边这块也是，我看两块小点，他看这块倒大点。嗯，这就是长开了的，这个是没长开了的呀，一对比还是很明显的哈。嗯，这是小银耳，这大银耳，这要长开了，哎、老大。比这个能大呢。哎，这一块这是长开了，挺好。捡了两块那个松花蘑，一颗人参也没有看着啊。这是我们家附近，还不错。我跟程石我们俩人哈。基本上来说，就是每一次都是蘑菇的话，一找基本上每一回都能找到。但是这个人参呢，有时候就可能就空着。嗯，所以说吧，还没有几天了，再挖几天人参吧，就好完事了。那就该去捡蘑菇了。不过松花蘑看样子快过季了，快过季了。哎，它这个后面啊，对，后面时间久了它就开始发黑，慢慢就烂掉了。但是这块是很好的，还很硬实呀，嗯，结实，一看就是紧称，很紧称。慢慢的，等它长到这么大，放开了以后，它就坏掉了。那我们就不能捡这种蘑菇了、嗯。那个时候就得捡真蘑了。反正人参结束了，就是捡蘑菇。蘑菇捡完了，就下雪了。那会儿就好，没事了。冬天也有，深秋有那个啥，下了霜之后有那个冻蘑，也就是圆蘑。反正蘑菇还能捡很好一阵、嗯。人参就这几天没有。人参就快了。嗯。我们这边地区这个种子，人参种子基本上有的已经开始落开了，已经开始掉了。嗯。哎，先装起来，这就是我们俩人今天的收获了呀。家里头还有那么多的那个雪山松茸，然后我们俩准备去把那些松茸去把它卖掉，明天就该去找人参，该去找那个松茸去找松茸，是吧？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对，不能老这么样待着。家附近的话，资源还是少，人还是多。家附近。这就是我们俩人今天的收获了啊、嗯！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喜欢我视频的，请点赞、转发、关注一下，拜拜。